被打了一个上巴掌了。小三，你管他的刀拿吗？嗯，刀拿完了，你把我的这个好长啊，那个是我要分了，不要刀，这还要你？哈哈哈哈哈！我他妈的好几百年，哈哈哈哈哈！哪里还讲我操的，谁家的女的？你妈的都干过呀！两只身产可达两米以上，它们多生活在海拔2000到4500米的高原和山区。秃鹫虽然身体笨重，但其飞翔能力很强，视觉和嗅觉也比较发达，常翱翔于空中寻觅地上的食物，主要以动物尸体为食，偶尔会攻击一些小型动物活体。硕大的躯体及轻盈的飞行，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巨无霸。Thank you.
驹马爱心的猎者，非洲大草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随着人类不断的捕杀猎取，越来越多的动物因此离开了我们，同时它们的生存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动物王国还在生生不息，努力建造自己的家园，同时他们也希望跟人类一起共建美好家园。毛幸亏有我的呼唤及时赶到，才免了这场灾难的发生。不过也非常感谢我们人类朋友对动物朋友的关心和爱护。为了感谢大家，这鸟类家族今天还派出了一位大¡Gracias!
ਵਿਆਹ ਸਾਸ ਕੇ ਕਰ ਗਿਆ ਸੋਹਰੇ ਘਰ ਸਿਰਾ ਵਿਕ ਚਲੋ ਤੂੰ ਬੱਕਰੀ ਦਾ ਬੱਚਿਆ ਬੇਟਾ ਸੱਚੀਆਂ ਗੱਲਾਂ ਬਤਾਲ ਦੁਨੀਆਂ ਦਾ ਮਾਲਿਕ ਕੌਣ ਹੈ ਅਮੀਰ ਗਰੀਬ ਕੀ ਰੋਟੀ ਕਾ ਵਾਰਿਸ ਕੌਣ ਹੈ